倒下了，再这样下去我要先被你反哺了。仿佛看见一群天使来接咱走了。可是为什么天使也和克拉丽长得一模一样？快清醒过来，宋俊，你看到的不是天使，是那群量产会又追上来了。那也就意味着欧夏的大家被……哼，你们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，他们的棋子也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养分。别担心，形势已经逆转了，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我的棋子们集齐了完整力量的蓝星莱克是无法战胜的。哼哼哼，你们干了什么？我们的力量不……虽然有些言之过重，但为了感谢你们帮我保管了这么久的棋子，我很愿意为你们送上一份名为湮灭的奖赏。我们会湮灭？失去了作为蓝本的棋子，你们再也不能继续量产新的伙伴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每被击败一个，你们的队伍就会减员一个。不要怕，我们还有很多伙伴，我们的数量远超对手，我们是高贵的人工智能。哼，恐惧的情感模块被启动了吗？这个时候你是否觉得太过智能也是一种诅咒？或许不止疲倦的生产数据是更好的归宿。不过请不要放弃祈祷和求饶，感受这份绝望吧。每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，其背后都少不了无尽的加班，反复的打磨，即使被推倒重来也不过是家常便饭。也许你会觉得生活看不到头，但别回头看，稍慢一点，理想就会向前溜走。至少在游戏中勇敢一点吧。你说这些谁懂啊？这些话是我在原理工作室中对接过的一位前辈所说的，他的工作十分繁重，但对品质的把控却永不妥协。是他让我明白，游戏就应该传递爱与梦想。看来即使是作为编外人员，在原理工作室的工作经历也给克拉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可不是吗？每次问他的时候，他都会顶着黑眼圈有气无力地说，啊，工作真是太美好了。谁要听你们废话呀？攻击，一起攻击，再来多少也没用，你们的攻击对我根本无效。是高速移动，克拉里正在高速移动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虽然表面上他停留在原地，但其实是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在攻击的缝隙间反复横跳。这难道是克拉里曾经提到过的瓦尔特步伐？庆幸吧，这来自遥远蓝星的游戏技巧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见识到的。接下来到我攻击了。那是在这份连天上的暴君也会感到恐惧的力量下颤抖吧。就算流下眼泪也没关系，或许你们能体会到如何将感情融入到产品当中。 19C 轰炸。Thank you.